对战成大小周子瑜，王彩桦自爆整形脸超紧。王彩桦与丁国林两位熟女益智节目和各大校花进行抢答，但王彩桦完全不甘示弱，还自称是宫庙之花，还自爆整形，妙语如珠，逗笑不少人。十七直播与八大电视台的益智直播节目《十七好聪明》邀请王彩桦、丁国林等资深艺人参加抢答游戏，两人对上台大医学系秀智吴若璇、大同大学电玩女神艾瑞斯、成大小周子瑜、陈芷婉、辅仁校花黄冠杰、台达泰拳女神吴怡德、南光高中校花凯妮等几位网络热搜校花一起抢答挑战答题。